时喜欢潮流男神女神的你们，肯定没少被安利过那些 idol 的秘密好友吧。最近我就发现了另外一位值得关注的男神好友，爱屋及乌的大家又可以收获一枚网络男友余文乐朋友余艳旁的他。如果你也是余文乐和彭于晏的 CP 粉，那你肯定经常通过看他们的照片来进行自我鼓励。我什么时候能拥有这样的男朋友？男神们近日美照一览，俗话说得好，好看的人都喜欢扎准玩。最近有一个频频出现在这俩人照片里的男孩，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在余文乐的婚礼上，不仅和彭于晏他们合照，而且还是妥妥的伴郎。和余文乐的合照频率让人误以为他才是正宫吧，而且经常会有激情互拍的照片出现，出去吃饭兜兜风也是时常的事情。和 Madness 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上个月 Madness 在东京的4周年 Pop-Up Store， 王信凯依旧没有缺席，在现场用笑容撩妹了位。最新的 Madness 联名款也是第一个收到。在去年 Madness 的春夏 Lookbook 里，主角除了一如既往的主理人阿乐之外，还有王信凯也参与其中，和余文乐一同出镜。该季度的行路穿上 Madness 帅度也没有输给阿乐，有没有好人缘的他原是 CBA 云南队的球员，台湾出生的他也是当地 SBL 联盟队员，虽然现在已经变成了餐厅老板，但因为从小就特别爱打篮球的原因，所以也认识上了不少圈内的台湾明星。他的合照对象都是潘玮柏、高以翔、陈建州、李灿森这类潮流男明星，连范玮琪也都关系好到直接挽手臂给彭于晏骑着单车就去他店里玩会儿了。连周董也是他的好友列表之一，不苟言笑的杰伦嘴角也泛起了一阵微笑。除了篮球之外，他还找到了另一个生活的重心，冲浪。非常喜欢运动的他和很多台湾男孩一样是海的儿子，正因如此，他也常常和同样很爱冲浪的王阳明一起玩耍。今年开在北京的饮品店纯阳茶室，连日本当红女星渡边直美也来打卡，